日咧，呢、這個係唔單止係一個選拔賽，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咧，係推動社會對於呢個職業教育同埋一技能培訓嘅一個認知。我哋希望藉着举办两年一度的香港青年技能大赛，能够提升青年的专业技术水平，与此同时呢，亦都是能够加深大众对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了解。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is determined by its workforce, the skilled workforce. The higher the skills, the better quality products, the better value adds in that economy.To Asia, skills competitions are critical because it'll actually drive up each country's performance. 一直以来咧，社会系较为注重传统教育同埋学术嘅发展。其实我哋需要咧系正视社会对人才嘅真正需求。职业教育培训同埋传统教育咧系需要并驾齐驱嘅。做咗呢个橱窗咧，系一个。即係業界的水準嘅，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可以體現到原來啲年青人咧，佢總之肯做同埋有佢嘅投入感咧，其實就可以 everything can be done。我哋首次舉辦以探索技能魅力為主題嘅大型項目，等年青人咧可以親身咁樣體驗唔同嘅技能嘅樂趣，同埋探索。個人的職業志向。我中意整飛機嗰、那個，因為個飛機好靚，都有人教你整嘅，所以都好易整。我大個就想做飛機師。幾多元化咯，幾多嘢玩。實踐係一樣好重要嘅。職業教育對我哋年輕人係有好處嘅，因為可以邊學邊做啊。作為家長應該係要多方面都考慮嘅，應該嘅，啱嘅，我覺得。行行出狀元啊嘛！透過參與唔同嘅活動，年輕人可以從中了解自己嘅志趣，為未來嘅事業發展作好全面嘅規劃。對於即將獲獎的優勝者咧，你哋傑出的表現得到評審團的認可，我恭喜你哋！你哋咧亦都會有機會咧衝出香港，去巴西聖保羅市咧代表香港，同來自世界各地的年青人，大家切磋比較，互相學習，互相觀望。即係意志咯，意志唔堅定過之前，話咁就即係三分鐘熱度，但依家。真係揾到自己嘅興趣咯！盡咗最大嘅努力啦，希望可以遲啲再可以提升下自己嘅技能。